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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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前面的三品啊，主要是讲的如何的从创造菩提心升起的因缘，到如何的升起菩提心。接下来呢，第四品、第五品、第六品。第四品不换一品，第五品是少户正知吧，然后第六品是安忍品，主要就是要讲我们已经发起的这个菩提心啊，如何才能够保证让它不会退失。不会退失。那第四品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品，第四品不换一品，不换一，也就是针对换一来说的。换一就是换众，就是众龙，众龙我们原有的贪嗔痴的习性，我们纵容着它，这就是放逸。不放逸就是叫我们不要纵容，不要纵容我们生命中原有的这种贪嗔痴的习性。那作为这个菩提心的修行来说，事实上呢，这个修行的内容啊，其实应该是它是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已经发起菩提心，受持菩提心，那受持菩提心的之后，我们还需要就是要实践菩萨行，要用菩萨的这个行为的准则来要求自己。我们虽然受持了菩提心，但是这个首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它并不坚固，它在我们的这个心相系里边啊，其实是没有多少力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实践菩萨行，所谓要实践菩萨行呢，那就是要实践菩萨的学处，按菩萨的学处来要求来实践。那这种菩萨的行为准则作为我们来说啊，我们也没有能够这种行为啊，
也没有能够建立得起来，也没有形成一种习惯，也没有形成一种习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我们是一个凡夫，从无始以来，我们已经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这种强大的以这种贪嗔痴为主流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串习。那我们现在呢，要成为一个菩萨行者，要成为一个菩萨行者，那么我们要建立这种菩萨的行为准则，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和一个突破。因为以凡夫的这个我执为中心，以贪嗔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种行为准则，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菩萨的行为准则，它是以利他为中心，就是菩萨界为我们提供的这种菩萨的行为准则啊，它是以利他为中心。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准则呢，我们虽然也已经认识到了它的殊胜性，但是我们真正要做起来呀，其实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去学习菩萨戒，知道菩萨的行为准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学习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尝试的去做，去熟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从发菩提心，就是所谓发菩提心，就是对于这个愿菩提心，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要这个成就无上菩提，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以及呢，这个菩萨的行为准则，就作为菩萨他应该要具备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份努力，保持一份努力，要坚持，要维护，要努力，要坚持，要维护。我们认准了就是这个愿菩提心的出世，菩萨行为准则的这种行为的重大的意义，我们需要有一份坚持。那么这种坚持呢，就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提请，需要通过需要通过不断的认识到这个菩提心菩萨行的殊胜，需要通过不断的就是有意的，不是无意的，是需要通过努力的、刻意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执着性的去坚持、去实践，直到有一天这个愿菩提心和这个菩萨的行为成为我们的一种串习，一种习惯。那么这就是要求我们不能换意，不能换动自己的习性，需要把自己原有的这种习性啊，需要把它关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精进的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崇高的
一种艳丽和赚取。我们只有努力的去做，那么我们才有可能从这种由贪嗔痴的建立的这个轮回轨道中走出来，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上这个菩提道，走上菩萨道。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是随随便便的，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能做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了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努力，不能放纵自己，不能随着自己的习性，不能随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原有的不良的习性，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不能放纵它，不能纵容它。不仅仅不能纵容它，我们还需要积极的、主动的加以对峙、加以对付。所以这个不放逸这一品啊，一共讲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对菩提心的努力和坚持，就是慎持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对菩萨歇处的努力和坚持，就是慎，叫慎持歇处。那么这两个就是作为我们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是我们应该需要努力的，需要建立的。那么第三点要讲的就是尽力的断烦恼，就是要深刻的意识到这种不良习性，就是贪嗔痴的这种不良习性，它所带来的这种强大的过患。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主动的、努力的去对峙。那这个也是属于不放逸，不是纵容着它，而是要对峙它。所以关于这个不放逸品，主要由这么这个三个部分组成。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偈颂。佛子即如是，坚持菩提心，恒勤无懈怠，莫为诸邪处。这个偈颂，我们这一品的内容啊，大体上是由三个部分，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是略说，略说不放逸，先是简单的说一下不放逸。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广说不放逸，广说不放逸就是广泛的说明，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就是它主要是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点都在这个广说不放逸里边说明的。那么最后有个结论，先是略说不放逸，简单的说不放逸，就不放逸究竟怎么不放逸，怎么做不到不放逸。佛子即如是，佛子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这个少时菩提心，那少时的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就是身为佛子，成为佛子，我们已经选择了菩提道了，我们已经认识到菩提道的价值，我们已经选择了菩提道了。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要坚持菩提心，要坚持，就是对于我们所受持的菩提心，当然这个菩提心也包括这个就是愿菩提心，就是行菩提心，就是
那么我们已经烧了菩提心了，那么我应该就是要努力的去实践，去努力的去实践，要让这个菩提心就是不要退时，首先关键是不要退时，不要舍弃，坚持就是不要舍弃，不论这条路有多么艰难都不要舍弃。为什么不要舍弃呢？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是光明的，当然别的路也可以走，不是不可以的，黑暗的。所以就是要你要坚持，恒勤无懈怠，恒勤就是要精进，这个精进呢是要长期的精进，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短期的精进，而是要长期的努力，长期的精进，这个精进，这个不精进也不行啊，不精进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这个修行是一个人跟一万个人打架，他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串习，它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那你要不精进呢，你可能很快就会败下阵来的。所以这个菩萨戒里边，这个菩萨戒里边叫做四根本，有四个根本戒，叫他胜处。他胜处。所谓这个他胜处呢，就是被他战胜了，被烦恼战胜了，被烦恼战胜了。所以在这个精进里面有个精进叫做披甲精进，就像战士勇士身披铠甲，在这个千军万马之中，这个冲锋陷阵，横冲直撞，这个所以菩萨是轮回中的勇士，他很勇敢。这个勇敢呢，他不仅要保护自己，他还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那我们所面对的真是千军万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贪嗔痴的组合，贪嗔痴就是我们的敌人。那在这样的一个贪嗔痴之中，哎，这个就是不被贪嗔痴啊所战胜，那确实就是要很努力，非常精进，就是对这个菩提心，我们要努力，要坚持。那同时呢，要莫为诸邪处，不要违背菩萨的邪处，就是按菩萨的邪处，就是这个菩萨的邪处啊，这个邪处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呢，菩萨戒跟菩萨行有什么不同？我们讲到菩萨的行为啊，这个比如六度四摄是菩萨行，那菩萨戒呢是根据菩萨行啊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菩萨戒呢，一方面它是立足于菩萨行，同时呢也是为我们的菩萨行的实践增加一份保障，就是增加一份戒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份戒的保障，我们在实践菩萨行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哎，我们会给自己这个掏懒，会找很多理由，反正这个菩萨道很长远啊，慢慢来吧。
这个我们不会太当做一回事，做到了也就做到了，没做到也就没做到，这个反正就是不着急的事情。但是呢，有了这个菩萨学术之后呢，就是把这个菩萨的行为给法律化，它本来是属于一种道德，现在呢把这种道德给法制化，给你形成一个犯不犯、犯轻犯重的一个标准。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呢，它对我们实践菩萨戒啊，它会就是会让我们对菩萨戒呢有份菩萨的行为会有份更认真、更慎重的态度。所以菩萨戒、菩萨学处，事实上也就是菩，是帮助我们实践菩萨行的宝藏。其实菩萨戒也是属于菩萨行，它也是立足于菩萨行，它本身也是菩萨行。就是所以不放逸，不放逸的它的核心精神在哪里？不放逸的精神在哪里？不放逸的精神就在于就是对菩提心、菩萨行的努力、坚持，这个长久的努力、坚持。那同时呢，也就是不放纵自己的不良习性，努力的去坚持这个菩提心和菩萨行，这是不放逸的这个核心精神所在。那么接下来要广说不放逸，广泛的说明不放逸。那我们刚才前面说到这个这一品广说不放逸，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慎持菩提心，第一点就是要慎持菩提心，就是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了，我们如何让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愿望能够坚持下去，能够坚持下去，不要舍弃，不要随着自己的习性，我们受了菩提心了，我们轻易的就舍弃菩提心。那这一部分内容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不能舍弃，然后再讲讲舍弃菩提心有什么坏处。我们看这个偈文偈颂，意事不慎思，率尔未经意，虽以事成办，后以施舍否？就是意事不慎思，我们遇到一件事情，遇到一种选择，或者遇到一件事情，不慎思，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慎重的，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率尔未经意，率尔未经意，率尔就是轻率的。轻率的就答应了，做啊，不要做啊，很轻率的，不是通过一种非常这个严谨的慎重的考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这件事情啊，虽以事成办，后以施舍。虽然我们已经去做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坚持？很多时候啊，其实可能未必，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啊，我们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做的到底对呀不对呀，因为我们是在一种很轻率的下
心态情况下做出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不对。那自然也谈不上我们是否一定要去坚持，不是说我做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坚持，其实不一定。如果你做了错的事情，那你可能要知错就改。就是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的一种情况。那诸佛及佛子大会所观察，无意理思者，云何舍世界？可是关于这个受持菩提心、发菩提心的这一件事情呢，对受持菩提心、发菩提心的这一件事情的选择、的决定，他不是轻率的，他不是轻率的，他是诸佛及佛子大会所观察。发菩提心，这是诸佛及佛子，诸佛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诸佛，我们相信诸佛的智慧，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以及佛子啊，就是那些诸大菩萨，有观音菩萨啊、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啊、地藏王菩萨啊，这些诸大菩萨，就是这个是这个诸佛以及广大的佛子他们的大会所观察，以他们的这种广大的智慧、甚深的智慧，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的观察，是诸佛及佛子的，是所有的诸佛以及广大的诸大菩萨，他们以他们的这个智慧，广大的智慧观察了之后，给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推荐。我感觉这个吉天菩萨也很会做广告啊。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啊，这个很多什么产品啊，这个有很多名人推荐，什么明星啊什么之类的，你看哪些明星都在使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所以搞两个明星宣传一下，这个效果很好。那我们想想，这个菩提心，如果说菩提心是一个产品的话，这个产品是谁推荐呢？这个产品是诸佛及诸大菩萨他们使用了之后给我们推荐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上的所谓明星啊什么这些人，当然他们的智慧是很有限的，这个他们只要是有名人效应，但是呢诸佛及佛子、诸佛及广大菩萨的推荐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诸佛及广大菩萨他们以他们的智慧观察，以他们的修行的实践，他们发现了这个菩提心啊，它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效益的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的心。不是一个诸佛一个菩萨，是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就是以他们的智慧观察，以他们的修行经验为基础、为前提、为保障，为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荐。这个广告很有力量啊。无意理思者，
银河色世界。那极天菩萨说，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诸佛菩萨他们的推荐，同时呢我个人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观察，不断的抉择。所以极天菩萨告诉我们，他的这种推荐啊，他是没有任何的盲从的成分，不是因为诸佛菩萨我就立马就相信了，我也进行思考，进行观察，进行抉择，发现呢菩提心是最有价值的心，发菩提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最大的价值，所以才发菩提心。那么同样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出家或者在家居士学佛，在学佛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价值，走菩提道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烧菩提心戒，或者我们要烧菩萨戒。那么我们通过智慧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少人虽然也烧菩萨戒或者烧菩提心戒，事实上他有相当的盲从的成分，就是看到很多人烧，这个东西可能不错嘛，也烧一下。那么如果是一种盲从的接受啊，往往是没有力量的。那我们现在通过对《入菩萨行论》的学习，从赞菩提心品、赞叹菩提心品的学习一直到这里，确实我们也发现了菩提心的殊胜和价值，我们烧了菩提心戒，所以银河舍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已经烧了，我们不应该舍弃，不应该放弃，因为既然是这么有智慧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舍世界就是放弃，就是放弃。那么这个就是讲为什么不能舍的原因，不能舍的原因。那接下来就是讲讲舍弃的过患有什么坏处。那这个坏处呢，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舍弃菩提心啊，会带来一种会堕到三恶趣里面去。我们看这个，这里有第四个说，若是利众生而不勤见理，则为欺有情，来生何所事？来生何所事？如果我们已经发誓了，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当我们发誓我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确立的一个生命的方向、目标、方向，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对净虚空遍法界广大的无边的众生做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走向解脱，作为我尽未来际的使命。一切众生，那就意味着你对每一个众生都做了承诺的。所以菩提心的功德为什么很大？因为你对广大无边的众生，对每一个众生，你都做出这样的一个庄严的承诺。所以这个愿菩提心啊，这个当我们升起这个愿菩提心的时候，你就是佛子的。当你真正升起愿菩提心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就广大无边的功德。你对每一个众生升起这一念利益之心，它本身就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同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升起这样的一份庄严的承诺，而不勤见你，而不弃，
不努力的去实践。那也就是说，而不努力的去履行我们的承诺，就是你给众生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空头支票。就是说你有这么一个人出世，其实让很多众生会看到希望，你要利益一切众生，而很多人在那里期待，在那里等待，他们会有期待。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履行你的，不努力的去履行你的承诺，那事实上也可能让众生就是空欢喜一场。所以则为欺众生，那你就是如果你不努力的去履行你的这一份庄严的承诺，那同时也就意味着你是在欺骗众生，你是在吹牛，你是在欺骗众生，就是你会让众生啊对你感到失望。那来生可所示，那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你这个违背了你的承诺，违背你的承诺，那对你的生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其实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众生是一份承诺，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承诺，对自己也是一个目标的一个确定设定。也就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它也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个重大的选择。我们选择了走这个菩提道，那你现在舍弃菩提心，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放弃这样的一个高尚的选择，放弃这个高尚的选择，那也就是，那你还是走轮回道，你还是在轮回道里面继续走，不能走上菩提道。即使不放弃，你不努力的去实践，不努力的去实践，你可能在这个道路你就没有能力从这个轮回道里走出来。没有能力从这个轮回道里走出来，那你就是你继续在轮回道中，而不能够真正的走上菩提道，不能够真正的走上觉醒之道。对你个人来说，从你个人的这方面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众生做出庄严的承诺，我们要帮助众生，那我们不去履行这个承诺，同样的我们也会造下很多罪业，也会造下很多罪业，所以他也会，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果报。那么下面就是举一些具体的这个说得更具体一点。第五个颂，亦若施布施，微少凡尘物，阴间未食矣。经说堕恶鬼。比如一个人，他想要布施，布施一点东西，或者布施一碗饭，或者布施几块钱，或者布施一些生活用品，就是微少。很少了一些东西，凡常物，就是一些很平常的，很少了，很平常的东西啊，或者是几个，包括几个水果啊，之类的。因煎未食矣，但是因为煎贪，因为吝啬，因为小气，舍不得布施，舍不得布施。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就是用煎贪的心理，你纵容你的煎贪的心理，纵容你的煎贪的心理，那么这就影响到你的，阻碍了你的布施。
那么纵容你的兼贪的心理，而这种兼贪的心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它会招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恶鬼。恶鬼，恶鬼就是一种代表着一种无尽的一种渴求，一种渴求。那么这种兼贪就会造下一种，就是没有满足这种贪。贪的结果，贪就是一种贪的心理特征，它就是贪婪的心理特征，它就是一种没有满足，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满足的时候，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叫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我们纵容我们的兼贪的心理，它就会使我们形成了一种这个对需求啊，这个会有一种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需求，别人都没有满足的时候。那么这种兼贪的心理呢，就会造下一种恶鬼，它就会成为恶鬼的因。那么这种恶鬼的因，它既来自于 你内在的兼贪的心理，也来自于你对别人的承，你对别人的承诺啊，或者说你要布施给别人，可是你又舍不得，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况请众生复无上安乐宴，后缓欺众生，云何生善气？那么何况呢？我们前面讲的是只是简单的布施，就是很平常的一些布施。那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啊，这个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就不是一点点平常的布施的。况请众生无上安乐业，发菩提心，就是要请这个请客啊，就是要请客。这个请客呢，不是请的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请的是广大无边的众生。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希望一切众生，我们要请一切众生。我们要请一切众生呢，这个请一切众生去这个享受无上安乐业。无上安乐业，什么是无上安乐啊？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这个，就是最高的安乐，最高的利益，最高的价值。我们希望众生能够活得最高的安乐、最高的利益、最高的价值，就是我们对众生的承诺。因为我们要发心要利益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生命的觉醒，来成就解脱，最终都能成佛，就是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就是一种愿望。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对众生啊，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对广大无边的众生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就是这么高的承诺，这么广泛的众生群体，就是这个是了不起啊，就是了不起，不是请几个人吃饭吃一顿普通的饭而是请一切众生，享受的是最好的无上佛果，就是这样。这个，当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愿心真正的升起，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崇高、非常高尚的行为。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境界。当你只要一念，我讲的一念，真正的能够一念升起这样的菩提心，他的功德啊，简直都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无量无边的。就是你的心一下就从这种狭隘的状态里边就走出来了。但是升起这份菩提心之后，我们需要去坚持，需要去维护，需要去努力。在世俗的菩提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甚至要有一定的执着的层面，要有一定的执着的层面。没有一定的执着的层面，这个甚至是难以坚持。那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这个这样的一种愿心，它的殊胜性。那现在呢，如果后反欺众生，迎合生善气，如果我们发了心之后，然后呢，我们不去这个不去实践，不去实践，甚至呢，我们舍弃的菩提心，我们给众生带来的希望，我们给众生这样的一个庄严的承诺，但是我们后来又舍弃了，又放弃了。那么迎合生善气，你怎么可能你还能生善气呢？你又没有办法生善气，因为你本身你就是从你自己来说，你没有去坚持，同时呢，你也这个欺骗了众生。那么接下来这个第七个颂，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反问的例子。有人舍劫心，切半解脱果，彼业不思议，只为一切智。就是这里边呢，这个偈颂里面其实有个典故，说这个舍利弗啊，这个在因地的时候也曾经啊发菩提心，要当一个菩萨，然后有人就来考验他的。说有人说眼睛，有人说少啊，不管眼睛少都一样啊。这个说这个需要比如说需要左眼，你给我这个就是这个有人说他需要这个眼睛啊做药啊才能够这个治疗疾病啊，那舍利弗呢就把这个左眼啊就给他的。然后他拿去看了一下呢，闻了一下说这个味道不对，扔在地上就用脚踩的。这个或者说呢，这个我要的是右眼不是左眼。这搞了这个舍利弗尊者很郁闷，觉得哎呀这个菩萨太难当了，罢了，我还是这个修行我自己的解脱吧。那就是说这个其实他这个举这么一个例子，佛经里面有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不坚持菩提心，不等于我都会堕落到三恶道。我不坚持菩提心，但是我要是发出离心啊，我一样可以成就这个解脱的果啊。所以并不是说我没有坚持菩提心，我就不能升到善气的。像舍利弗尊者啊，他甚至照样还是可以解脱的，就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但对于这个例子呢，吉天菩萨自己把它提出来，但他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只有佛才知道。他说你看，有人舍劫心，切半解脱果，就是有人舍弃的菩提心，但是呢他一样还是可以成就解脱的果，他因为他修出离心嘛。当然从佛法来说，确实也有人他退时嘛，他坚持不下去嘛，比如说有的人这个舍小向大，那也有的人呢舍大向小，回大向小，就学了大乘之后学了，哎呀，比如现在有不少人这个去学南传啊，学什么啊，然后觉得这个大乘不行，甚至他觉得这个就他觉得这个阿罗汉果才是最究竟的，这个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说
这种现象啊，在佛教里边啊，从这个佛教界来说啊，它是有这些现象。有的人就是回巧向大，这种例子也很多。那有的人回大向巧，这种例子也很少，也不少。那回大向巧呢，是不是他就意味着他曾经，他就意味着他就背弃了他曾经的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呢，他将会有广大无边的这个罪过，因为他欺骗了众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那么当然我们根据这个极天菩萨的这个寄送啊，他认为如果你背弃了你当初的承诺，那确实你是要你欺骗了众生，事实上你是要这个他是要有报应的，是要有果报的。但是极天菩萨在对这个问题他是不做正面的回答，他不做直接的回答。我本来也可以回答，但我在这里我也不想做这个不想做直接的回答，还是把这个问题推给佛陀比较好。他说彼业不思议，知为一切智。因为这个众生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因缘不一样，那这里边它的这个弹性就很大了。也可能舍利弗它是一种视线呢，还是怎么样啊，你可以无边的想象。这个就是这种回答呢，就是让你不要做一个简单的，不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案例做一个轻率的一个判断。他说知为一切知，只有佛陀知道他的因缘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在那里乱猜测。这个讲的是这个舍弃菩提心啊，他的第一点坏处就是会导致我们堕到这个恶道里边。那第二呢，就是会损失他人的利益。当你舍菩提心的时候，意味着你就是舍弃众生的利益。因为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会给广大无边的众生带来无量无边的利益。一个人他以尽未来际的以这个推动这个走在这个菩提道上，以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作为自己的一个尽未来际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他会帮助多少众生？你想想看，他不断的努力去探索，努力的去实践，越做越有经验，越做越有经验，这样呢，他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会给无量无边的众生带来利益。就像譬如一个灯，可以点燃千万盏灯，然后千万盏灯又点燃千万盏灯。你看那一个这个菩萨，他能够帮助多少人？可是你要是当声闻，你成了阿罗汉了，那你就自己玩了，就跟别人没关系的，那个都涅槃去了嘛，就这个问题就结束了。但是如果当菩萨呢，他要尽未来际的从事这个觉醒的事业。那他能够利益广大无边的众生。当你舍弃菩提心的时候，那同时也意味着你是在损害到广大无边的众生的利益，损害了广大无边众生的利益。那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第八个手。菩萨戒堕中，此罪最严重，因彼心若生，将损众生力。在菩萨戒的这个堕罪中，菩萨戒我们知道有轻罪呀，有重罪呀，这个，那么在这个重罪里边，最重的罪是什么？最重的罪就是舍弃菩提心。你舍弃菩提心呢，就是菩萨呢，比如说在菩萨戒里面有四种他胜处法，就是四根本戒。菩萨犯的根本戒不等于就是马上就会，它跟声闻不一样。声闻你要犯的根本戒，那你的戒体就没了，你玩一次就玩完了。
这个菩萨呢，他换了这个他生住法，他换一次两次啊，这个他还不会舍弃的，他要换了好几次，而且很坚持的换，那才会舍弃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你还有菩提心在，因为你还有菩提心在。如果你要是菩提心没有了，你说我不当菩萨了，这个东西太累了，这个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舍弃菩提心啊，你只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菩萨戒马上就跟你没关系的，你马上就立马就拾起菩萨的身份，立马就拾起菩萨的身份。因为菩萨戒就是菩提心，是菩萨戒的基础根本，菩萨戒是建立在菩提心的这个愿力的基础上，没有这个菩提心的愿力，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戒也就无效了。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要说，你发菩提心了没有？发了嘛，你才有资格受戒，没发也就没有资格受戒。那同样的，现在呢，如果我们舍弃菩提心了，菩萨戒立马作会，你受了菩萨戒立马作会，对菩萨戒戒罪重，此罪最严重，因彼心若生，将损众生力。因为如果一旦升起唯求自利的心，你只想着利益自己，不管是这个人天层意义上的利益自己啊，还是这个声闻，就我只是升起自利，寻求自利之心，要自己解脱好了。哎，众生广大无边啊，这个众生太难搞了。那当这种心升起的时候，将损众生力，将会损失，会损害到广大无边的众生的利益。就是你发菩提心会给广大无边的众生带来利益，同样的，你舍弃菩提心也会，那也就意味着损失广大无边众生的利益。虽仅一刹那，障碍他人的因损有情力，恶气报无边。哎，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吉天菩萨他引了这个经文里边说到了这个，说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个人。他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啊，障碍他人的，就是障碍他人，这个他人到底指谁呢？那我们根据龙严法师的翻译里面讲，障碍菩萨的行为，就是你在很短的时间障碍菩萨，你障碍菩萨这个利他的行为，因损有情力，因为你障碍的菩萨利他的行为，影响到菩萨利众生的事业，恶气报无边啊。那么你所招感的这种恶气啊，果报啊，这个果报是很重的，果报很大，就是说。这个一个人，你就是很短的时间，一刹那，障碍菩萨的利他心，那么都要因为损害到众生的利益，那么都要遭感无边的果报。那么何况呢？同样的，我们舍弃菩提心，我们退失菩提心，同样的也是我们自己在障碍自己。自己在放弃这种利他的行为，放弃利他的行为，
他同样也是有不良的果报的。吉天菩萨呢，他是在这里引的经文，他是想要通过从他人障碍菩萨利他的行为会带来的罪过，会带来这么重的罪过，那以此来说明，如果我们自己障碍的换气的这样的一种菩萨的行，影响到利他，影响到众生的利益，同样也会带来恶趣的果报。